DJ 好看吗？好。沈阳好看吗？好看。好，记住你们了。对，好。然后为什么我们有这么一群人在这里呢？哎，就是缘分。哦，约缘分是吧？对，那我们今天呢，不止只有 BJ 对吧？对，所以有一群另外的小伙伴来，我们有请他们。耶！好啊，那我们在这边吧，他们在那边好吗？来吧，来哦，不，你们现在拉拢还不太好，因为我们现在接下来的游戏我们要跟他们对抗一下。哦，对哦，啊，但是不一定是。啊，我们分成两个阵营吗？啊，是吗？可能是两个阵营，就是我们与粉丝。哇哦。啊，对。首先啊，第一个游戏是什么？老师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。什么呀？你是不是不知道啊？我知道啊，你知道吗？那你来讲吧。那好，那个第一个游戏是什么呢？这样子，我举个例子啊，这个游戏叫没有名字，对。然后，举个例子，比如。今天我们是不是一场特殊公演？你是不是不知道啊？我知道。啊，好，就这个游戏是这样子的，我直接重点啊！快点的，你给我个面子，好吧？好嘞。假如我在这边说一个 TS， 你会想到什么？如果是联想到中文的话，甜死对吧？我会想到，特殊。好，控台跟我说玩下一个游戏，这个不好玩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玩下一个游戏，下一个游戏是什么呢？来吧，下一个游戏是什么呢？你是不是不知道啊？我知道了。下一个游戏是什么呢？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呢，为了因为有咪咕音乐，所以我们今天搞了一个跟粉丝有的互动的游戏，是什么呢？大屏幕上会出现一个词，我们每个人会抽一个签，你们抽到签呢，我们会说出你们是我们北京成员，点到的是北京队，沈阳成员的是沈阳队，我们两组 PK， 就是要玩的游戏就是你比划我猜。好玩，很好玩，很好玩。对对，听起来就特别好玩，特别有意思。对，听起来就是玩起来特别无聊。你们，我们抽选，你们来给我们比划，然后让我们猜。我们猜。对，你们反过来吗？我们来猜。不好意思，是我的，有你真好。来吧，抽签吧。来吧，从那边开始吧。一人抽一个吗？对，我们有12个词语。对。你先抽取第一个，那你读出来是几排几号？大声念出他的号码。6排27。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呢？来举起手。哪位幸运的小可爱？哪个？好，你是北京阵营的观众。你说你是北京阵营，来刘贤。现在是第一个幸运观众，来。其实前辈，我觉得吧，万一人家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给我们比划呢？这个怎么办？你是该来的还是会来的？那你把口罩往上拉了。刘贤，站票。哦，站票。那你读一下。我觉得这个。给站区的朋友一点爱。就是写了个014。014啊。看一下有没有014的成员，来小爱。哇，我觉得是这样的，我们控台策划了这个游戏的时候，应该万万没有想到粉丝不愿意玩。你们不想玩啊？不想玩啊？你们不玩也得玩，因为我们凑时长。你们不想跟我们一起跨年吗？我玩一个小时吧。什么？哇，不行，这样吧，想玩的举手吧。上厕所，正常。来，小爱是谁？3排15。好淡定啊。好，那我们小样。他好像不是很愿意了，这是有多不愿意？啊，这个不愿意了，有吗？当场自闭。我抽的这个，万一他不推我怎么办？放水怎么办？那看命吧。其实这号挺好的，6排6。怎么站我旁边？我刚反应过来。甜吗？6排6。6排6。好六啊！这个也五上了。你都自闭成这样了，人也自闭了，都自闭了。你今天不推我，跟你没玩。哎，你们不用担心，今天没有镜头啊。早说啥啊！纷纷的把脸露了出来，你们这群人小心点。假假的说一下。哎，好，那我是。你不要抽吧，你是主持人。啊，我不能参与吗？他也算个人，让他抽吧。不是吧？小不能算，他就是个人。小心我拿出惨个来对付你。那应该不算吧，因为12个词。好，那我不当人。现在台上就除了我们俩，已经14个人了。那来吧，那就咱俩不是人。来就好。好，那我们周香。2排1座。
好，给他一个镜头，谢谢。就是，啊，不要害羞。好，我们天选小满，嗯，五排二十一座，谁是天选？来，没有啊，那再抽一个吧。啊，天选不在，天选不在。九排六座。好，刚刚抽到的这些就是成员抽到的粉丝，就是你们现在是北京阵营了啊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我们这边。我怎么觉得沈阳那边多一些人啊？对啊，你们抽了多少个？我们八个人。二四六个。我们六个人，抽六个人。那你们都抽吧，都抽吧。就在这个台上抽吧，来来来，你们抽吧。抽谁？你抽了多少？几排几？拿反了。对。三排多少？三排二十，三排二十，是二座吗？二十座，三排二十座。有三排二十座的伙伴们吗？啊，好，你现在暂时是沈阳的，拿着。好，三排六，哎，不是，有些粉丝我不知道他们是开心还不开心。来，菲菲。是开心还是不开心？他可能是害羞。好，来继续。我觉得这是超级好。哇，可以吗？是超级好的一个普通站票。可以。你知道我超威都很端庄的，看你选不选我。他刚刚心脏一紧，结果发现了。是谁？零零一号，站票一号。在拿着。谁是一姐一哥？站票一号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吓我一激。啊，没有。没有，再抽一个。再抽一个吧。你都已经拽着。七排九座。七排九座。哎，我有一种超市抽奖的感觉。七排九，哎，有了，有是小姐姐，哎，来你，我抽的这个，就光明正大点嘛，你那样子会搞得好像你看不起我。这个是坐票七排十九，七排十九，大胆挥出你的双手，不，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是吗？有吗？啊，那个小姐姐，哇，她眼睛怎么的？人家是，她挥手了呀。确定是小姐姐吗？是小哥哥，是吗？哎，没事，她眼睛小，她眼睛小。不好意思，我眼睛有点小。然后再看。你这个时候说你眼睛小有什么用？哎呀，对不起，哎呦。不是，知道吗？就大家都会有自己的梗嘛。但是你说眼睛小的梗，我想全都是马玉玲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站票吗？啊，没有写座位的是站普通站票。看心情。站票二八十。不是，那是票价。二十九。二十九。什么？二十九。站票二十九。你眼睛也比我还小。二十九。然后我也有了小幸运。我感觉他们都不承认。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是多少。就不知道他们开心还是不开心。我再抽吧。有吗？七排十七。好耶！连坐吗？就那一片的小女生是吗？好的。哇，刚。好了。那个是哥。好。啊，这个是一排九。一排九。好，现场入坑，现场，嗯。好，还有谁没有抽吗？我们这边已经抽完了。啊，抽完了，好，好，大家手上都拿着自己的票根，没错，我们现在开始玩一个激情的游戏了，没错。那有请，先从我们的那个刘贤开始。刘贤，北京的一起猜啊 ，sorry， 北京的一起猜哈。来吧。那来吧，那个，先来一个刘贤的幸运观众。
战区十四号。哎，跑了吗？跑，这么不给我面子啊？那再抽一个，再抽一个吧。再抽，再抽。他会后悔的。真的没有十四号吗？三排二十六号。好好，那从现在我们所有北京人，耶，这就是你了，抽到现在最坦然的一个人了。嗯，接下来，你会看到一个词，然后你要用笔画来告诉我们，你可以说话，但是不可以说关键词。你要跟我们这些人，来让我们知道，好吗？好吧。等会儿来吧。来吧，开始，开始。可以吗？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啊，那我们过去吧。来吧。来，主要还是刘咸菜啊，主要还是刘咸菜啊。好，四个字，四个字。还好紧张，甜。一种心情，一种甜蜜的心情。喜上眉梢。你要比划呀。这叫哦。真情实感。好，我们正确答案是真情实感。这就是说，这个完全靠周湘的智慧跟你讲，你怎么做到的？这干嘛呢？好好，那我们第二个，第二个是谁？第二个，六排二十七。转移，走吧。朋友，你们可以在旁边卖个萌，什么时候吸吸粉？我口罩都准备好了，没事，镜头不给的，好了吗？好了吗？来吧。四个字，四个啥？吃的，四个字。这怎么能看出来吃的？明明是刷牙。他说了是吃的。哦，这啥？冰糖葫芦。好，第三个。我的三排十五。哇，不用移地方了。好。好，这位伙伴。对不起，打你路了。可以了吗？啊？啥？啥？五火发动。在呢。五火发动。好，下一个。六排六。六。那个自闭的小哥。我们这么多人对着你，害羞吗？我都害羞。哇，灯亮了。来吧。来。加油。走。坚强。几个字，四个字。啊？天打雷劈！我听过。好，下一位，来下一位。那个懂很多嘛？二排一，这位老刘刚才，老刘刚才没有懂刚才发生了什么。我觉得那个人好笑。有人给他解释一下。侄女外劈，天打雷劈。哦，来吧，那接下来，来，这都什么词儿啊？骂人呢，咋？转退的。不是，平时你。几个字啊？无限奇迹。无限奇迹。好可怕，九排六座，好可怕，在哪儿？
好的。这控台，控台有毒啊！控台玩的好大呀，我有点害怕。锅。几个字？啊？几个字？几个字？总选区。啊！送你登顶。郑坤，血本无亏吗？差不多啊。卖房啊？这就是什么？就是倾家荡产。好，兄弟们，总选下一年靠你们了。接下来，请我们沈阳的成员们来牛啊牛啊！我现在有点，我们都，哎，不仅你们害怕，我们都害怕。我怕以我们的，那些空姐们，以我们的出道经历，可能猜不出来。哎呀，三排二十号，三排二十，在哪边？这边吗？我们开始左右活动，你们活动吧。哎呀，好害怕呀！我肚子都疼了，真的。加油呀，朋友，就靠你了。看看看屏幕。不是这个时候，这个气氛，我想到了父子棋要来这儿。不是，我好害怕。哎呀，听。南方人吗？你们原地几个字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原地重生。哎，兄弟们！哎，兄弟们，咱们原地重生。所以，兄弟们，所以说，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危险。所以说，就是你们现在的心情吗？对，他刚刚这一块人都是说，我们现在看看你们的心情。对，兄弟们，我们给那个抽到票的人一个机会，人抽到票给他，旁边。所以我们给那个抽到票成为粉丝一个机会，一个表现的机会。我们下一个。三排六，已经戴好口罩了。没事，我们后面没有摄像头。啊，我觉得你可以跳完之后直接走那边。四个字。你倒是笔画呀。圈外。是出坑回踩。啊。是吗？出坑转推。啊，不对。出坑粉丝吗？出坑加推。什么什么阵法？什么什么阵法？原地出坑。圆吗？这是圆的意思吗？我是你们怎么做到的？会啊。六。下一个呢？七排九座。好的呢。走了。来，我觉得我们。不，我觉得我就是看热闹，根本做不到。我们 SHYFT 李家出走，漂亮美眉，无家可归，四个字，漂亮。惊为天人，美貌如花，貌美如花，四个字，貌美如花，
意思相近的那个。意思相近，花貌美貌。如花似玉。花，哦，他们说不是花。是花吗？貌似潘安。说男的。不是好吃吗？现在什么？再比划一下。倾国倾城，哇！什么呀？哇！我这辈子居然能猜对一次，我好开心。来下一个，我不行。下一个，你不行，我们行，没事儿。七排十九，七排十九。哎呦，你好逆光哦！逆光眼镜，不是，不是，我是看错了。不要解释了，好了，不要演示了。好的，你说吧。这个词听起来很正经。我感觉这个反应好像更慌了。反正啊，我们台上啊，什么？哦，星梦剧院是吗？几个字？刚才控台做了一点小心思，哎，你们发现一下。热的东西。四个字吗？我不知道。啊，亮的东西啊，其实跟那个跟河内没有关系，它就是一个形容词。不灵不灵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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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那个灯。不灵不灵。灯火闪烁。万家灯。灯火辉煌。新年快乐。阖家团圆，谢谢。哎呀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七排十七，七排十七，连坐。对不起，我看错了，刚刚。来吧，来吧，来来来来。几个字？四个字吗？换的。老师可以。他说换一个词，不知道这个词怎么。换一个词。没有机会再换喽。对牛弹琴。最后一个一排九，一排九。哇，好近哦。闪开，我们快点闪开，把我们扒开了。对呀，这种词才对嘛。十年后再回头是算黑。死心塌地，一心一意，三心二意，回心转意，水性杨花。你脑袋里都装了什么？初心不改。你现在可是我们沈阳的人。你应该说一心一意，然后就大家想。那你说一下，直接说一个词吧。十年后再回首，我们初心不变。哎，我们也都猜出来了，好意外。我们都猜完了，为什么这怎么比呢？其实我觉得就是是这样的，你们这边不是二四六八，是八个人是吧？六个，八个人。我们这边六个人，对，六个人，我们这边抽六个人，我们也是抽了六个题。为什么我们两个没抽？凭啥你们就抽六个？这个不是你们那边抽了六个吗？那就抽了。对，就没想到大家会猜的这么快，主要是大家肢体表现的能力太强了，我都惊呆了。这个，那我们再抽两个，再抽四个吧。再抽四个吧。好，好吧，好吧。好嘞。那刚才没有抽的那两位成员，我俩。哦，你俩哦，你俩和我俩，你俩半天，我俩，你来吧。你怎么了？看一眼。我的是七排十八。哎，
下是小姐姐了。你提就非得要六排二十五，六排二十五，就是你，对，没有错。好，哎，开始了吗？啊，我们俩抽完了啊，我们来吧。啊，你们先报一下，我们先开始啊。Sorry， 八排十三，八排十三。嗨，你好，哎，这个才有中彩票的感觉。我这儿八排六。好，那第一次从你们开始吧。那好，我们先来吧，先来吧。哎，客气。六排二十五哪儿来着？那边走。我们又是大部队客气。抢答吧。抢答。抢答。不是，我们没有那么多人能猜得出来。哦，是。来，然后两队抢答。两队抢答吗？好，那我们也一起抢吧，我们一起抢好不好？行，一起抢吧。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你？哪位成员？哪位成员？哪位粉丝？哎，是多少号来着？六排二十五，六二五。六二五，对。好，就你了，来开始吧。快，我们抢答。好，好，表演得很好，谢谢。一片空白，一无所有。有了吗？几个字？然后呢？形容什么？给点提示。对。左右吗？左右为难。谁猜？慧慧耶！你怎么猜到的？下一个，我，七排十八，快点！那你，那边，我今天全程在台上，啊，你今天有点暖和啊。Come on！ 啊，没有是吗？四个字吗？画饼充饥。是饺子吗？画饼充饥。饺子。画饼。哇！是我猜出来的吗？两分。你们很危险呀！你们什么都知道啊！不是，这不是晚上没吃饱吗？好了，那就是老刘呢。八排十三是吗？八排十三。那先八排六吧。不是，小偶像运动量很大呀。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挤？为什么？不是，我们今天都是横着走的。好，那八排六，啊，八排十三，拿来吧。虾米，看来这个词不怎么样。啊，我的天哪！第一只兔子。几个字？守株待兔吗？守株待兔，是吗？那你不应该撞一下墙什么的吗？守株待兔，撞了啊！那就是八排十三，八排六 ，sorry， 八排六，嘿，好累啊！好，快结束了。小老虎，大老虎，大老虎，大老虎吗？啥？三个字吗？大老虎，就是啊。那我们是单单两队了，两题了吗？对，我们是平了吗？打平了。不是，我们非常奇妙的是，刚好我们这边抽了两个，就是我们这边那边抽了两个，就那边打得快。没有啊，那我觉得这样很好，因为我们就是那个都一起加油，一起赢，一起进步。啊，可以。不错。对，就是在这那个跨年那个合家欢乐、举国欢庆的日子，所以大家一起共同进步，这样很好，对不对？对。意思是说，我们在舞台上，也需要台下努力的你们跟我们一起。而且也希望大家能够生活的越来越开心，身体越来越健康，然后那个。好，好，反正
反正就是好啊。首先呢，刚才所有被抽到奖的粉丝们到楼下也不会领取到什么啊、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玩得开心。对，接下来欣赏精彩的节目吧，谢谢大家。